两个生日祝福。第一个祝无法阻止的小星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然后下一个，我的米米小姐姐肯定不能来了，人在广州，生日快乐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，祝偷摸亲小思文生日快乐，然后祝想去把头发拉直的第一名生日，你这挺能拉，挺难拉的，生日快乐。耶、yeah. 好啦，啊，我们哦有了，我们看一下 MC 话题。亲爱的你 ，Give 落雨，第一眼看到哪个成员时觉得他和哪首歌非常匹配，想看他表演一段。从云云，云云，从云云开始吧。那边是谁？那边是滴滴滴。有点猝不及防，嗯，让我想一想，是我们第看到哪个成员都行，就是对，你就选一个，选一个成员，对他唱一首歌了，就这意思。啊、没有没有、啊、就是觉得哪个比较匹配、啊、是他表演一段，他要表演。哦对对 对, 对啊，我知道了，小音点名。云姐叫我就没好事儿，没觉得。哎，你还记得我曾经、就是、不记得。来吧，就是你生日公演的时候，我好像有一哪一年我就不记得了，就祝你唱了一首歌嘛。我以为你要祝我生日快乐。没，就有不是，我觉得有一首歌特别像你，不知道你还记得吗？有一首歌特别像我。对，就有首歌特别适合你吧。铿锵玫瑰。什么啊？你好、啊，你竟然都不记得哪首歌啊？云姐崩溃了。是你把云姐崩溃了。可爱女人吗？对，还是戴萌？是可爱女人。你记得这是干嘛？嗨、哎，脑子。哎想看你表演一段，主要是等我呢。啊，表演一段吧，来吧。你说我像这首歌，然后我来表演一下。对啊，上面就说了。对啊，就是你和这首歌非常匹配。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。编一段舞蹈还得。编的先动作。咱们现在就是 B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B 八 B eight， 人家 B 五十。B 三，哎 ，B 三怎么听这么难受呢？来吧 ，B B， 现在来表演一首。恭喜孔霄云赢得了金曲第八名 ，solo 第八名， solo, 第八名，好开心，可爱女人，是，来吧，怎么唱？二三，漂亮的让我脸红的可爱女人，嗯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很好、啊，继续、啊，好吗？我们觉得有点热，这、啊、里，哎，是不是觉得？就控台一点眼力劲都没有，以为在这等这半天了，好得放一首了，可以放一首可爱女人。而且第二句我都不知道怎么唱。没事，你一直唱这一句，但是用不同的调。你就唱这一句，把这首歌唱完。可爱女人，漂亮的让我心动的可爱女人，漂亮的让我心动的可爱女人。是这个歌词吧？好像就是。哦耶！谢谢云姐，谢，该你了，思思。哎，我想要，看看，都不敢看我，让我要瑞哥唱一个，小花跑。哎呀，这我知道什么？我也想听瑞哥用可爱的声音唱个小邋遢。行、哦，我太会了。是可爱、啊，这是他可爱的声音。对，我就跟你说，我当年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我们幼儿园卡拉 OK 第二名。哦、只有两个人参加是吧？是可爱。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，邋遢大王就是他，我们喜欢他。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。大王不邋遢，我更喜欢。
喘不来气儿了。我这位调没有高，没这么高。我也满意。来吧，康英。我来了，来段奕璇。我看过你们就是 BJ 的那个、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就白脸。I wanna dance in tonight。啊抢的，谢谢！哇、要那段最刺激的哦！来，动起来！控台，控台！我现在，我现在脑子里全是勇气，不，全是重生计划的公演，真的。没关系，没事，没事，你跳的不好也没关系，不用给自己找台阶下。来吧。怎么跳？你问我们？我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你跳不？跳不？带吗？我上次跳的是我就随便瞎掰的动作，不是你们那个。特别好看，我都看了。邓奕璇，加油！前面 solo。有人偷懒儿。这是现在这是北京和上海的 battle， 北京和上海的 battle。没有，其实，哎呦，哎，为什么我观众我很累呢？我也很累啊，气喘吁吁的。可以吗？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。很好，很满意，非常 OK。哇，好热！哎呦，我的妈！很累。哎呀，来吧，到我了。哎呀，刚刚我看看这都有谁表演。段奕璇，你表演过了，你放心放心。嗯，我想看这三个人哦，在那镜头里多么小的三个人。哪里？我要想，我要想一想看，我还没想好，你想好了吗，孙仁？哎呦，我的妈！我想好了。我有很多人，我都是见着他之后，我就是。非得是咱们团里歌吗？我实在是看他一眼都不能跟我们团里的歌匹配，就是孔湘莹《痒》。有人想自己就是觉得自己是什么歌曲吗？嗯，刘尊彦，那要不
是。哦，我等一下，我就是一直看刘增艳嘛，就唱歌的。刘增艳唱歌，但是你来我们队这么久了，你跳舞也进步了很多。就是你在这儿一段歌舞表演，编舞表演过火。学习一下，学。我对你承诺了太多，我是男人。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。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。肢体有点僵硬啊，动起来。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要配合。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昏昏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？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，让你更寂寞，才会陷入感情漩涡。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如果你想飞，伤痛我背。去飞，你悲伤，要坚强。我想坚强，为什么我让刘增艳唱歌？这个、我让刘增艳唱歌变成了我伤悲了。好了，那就那我好了呀，下面是你了，刘增艳了。我的妈呀，我就想听，我想听孙瑞和戴萌合唱一首我最爱的歌曲《Bad Boy》。是什么歌？张惠妹的《Bad Boy》。Bad Boy， Bad Boy。控台 Music。控台说这歌要加舞蹈的那种，看见了光。哇，你说的是我不想走，你说的是我不想走，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。我害怕，我不会问你为什么，你不用教我怎么做，我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。Dancing Queen， 孙瑞是村里的舞霸。那我就说吧，说到我了。对对对。那我就想看一下孙瑞和戴萌的《任性的流星》。哎，我有问题。我没有，你没有问题。任性的流星，出现在夜里，能把我的愿望变得美丽。任性的流星出现在夜里，在月光的照耀之下很透明。这个夜晚月光的美，窗外的感觉看不见的魔法隐藏在秋雨。
错，他生来就跟我有啥关系呢？因为感觉你在你们村吧特别厉害。去死哦！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是我们是 brother，、哎、brother， 很适合。你们是 brother 是吗？完了，完了。不是，不是，我们是 family， 我们是 family。啊、就本来想你们是 brother 的话，就跳一个夜蝶吧。不要向任何人提起，要保密。悄悄地来到一名之地，接下来做什么事？为什么我的声音这么娘？拒绝的这么浮夸的女的，不是，而且她一步一步守在这，心跳不行，没有，她还在抖，快点切，快点切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嘞。满意，我们都满意了吗？对对对，一百分，一百分。啊，大家的满意就是我们的。结束。没有没有，我们下面还有公演，我们的之后还有公演。有人家有事，下面还组下还有下组小伙伴。好了，我们请下一组小伙伴上来吧，谢谢大家。Yeah.